剩男拉队去滚。Cyrus Touch 着 Queenie 话：系我铺牌咯，呢班剩男呢排红啦，日日有新闻，嗱嗱嗱，又有料爆啦！咁佢哋前晚一齐去滚啊！讲紧打边炉啫 ，Rocky 唔知系咪学识咗咩叫祸从口出咧？问佢咩都净系识得答。多 message 慰问你啊 ！Thank you， 唔该晒。费事讲多错多咧，不过好嘢唔怕讲啦。佢个兄弟 Cyrus 啊，同导师 Queenie 疑似拖着啊。未追到手，系追紧嚟噶，追紧 dating 咯 ，dating 咯，系有好感嘅就有好感噶啦，系啊。咁你今晚唔嚟噶？唔知道喎、啊，追紧人都唔知道啊！追女仔用 message 攻势是常识嚟哇，间唔中都有嘅，即系 WhatsApp keep 住。有冇其他人追噶？你知唔知道？唔知喎、啊，咩都唔知道，究竟系咪真系追人噶？在這個節目裏面是怎樣追的導師？不是怎樣追的導師，但不過你會知道一次，是之後會知道為什麼，是不是鋪牌的？是我鋪牌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這麼說法，難道你的真正身份就是跟他一樣是騙到？